家好，我是小红，关注老年养生，关心老年人身心健康。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小曲今年33，因为总是在外地工作，而且不是很稳定，还没找到合适的女朋友，家里可是愁坏了。不过小曲却不着急，人真奇怪，年轻时就知道找对象，这到了该成家的时候反倒没了这个心，但他还是对浪漫的爱情没有放弃，时不时的上网看一下直播，和附近的人有聊得来的就做朋友，能发展更好，不能发展就删掉。一天上万，他在附近的人里碰巧结识了初中同学，这时的他开了一家早点，虽然结识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他是肯干，也就没有再发展。那天两个人在加州面馆见面了，因为是同学关系，他不知道该怎么相处，想知道小翠是否喜欢自己，不然被同学一传恐怕还怪不好意思的。小曲又约了小翠一次，那天他喝醉了，小翠有意无意地扶着他，还把他送上了楼，这让小曲就异想天开起来了。每次都在临睡前回想着被小翠搀扶的美妙瞬间，巴不得让小翠搀扶自己一辈子，变成残疾人。爱情真是有魔力，让一个正常人失去理智。小曲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有什么方法可以探测身在身边心在海底的女人的心呢？别急，别愁，别烦恼，忧虑统统随风跑，爱情良方何处找？今天你可来对了。很多人只想听到女人的话，看到女人的脸，却常常忽略了女人身体发出的强烈信号。吸引力法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但你不确定她对你的感觉。男人通常很难知道女人什么时候会被他们吸引，他们也认为女人是复杂的生物。想知道她是否喜欢你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他的肢体语言，所以如果他感兴趣，他会用这种方式让你知道。当然不要试图去强求一些东西，尤其是超越常规的接触，那不是爱情，是挑衅一个女人的底线，那不是爱情，是挑战一个君子的尊严。当然想知道一个女人是否对你感兴趣的最简单和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问她。然而有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可能口不对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可以通过其他迹象来判断他是否被你吸引，观察女性的身体语言，可以判断女人是否对你感兴趣。一，他经常碰你，当然他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或是挽着你，或是拍打你。这些简单的身体接触是一个女人喜欢你的强烈信号，这是女性吸引你的肢体语言之一。她越靠近你，越想办法触碰你，她就越想和你谈情。当你们在交谈时，她轻轻地用手拍你的肩膀或胸部，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她对你感兴趣。如果她的触摸更亲密，这可能意味着她对你很感兴趣，这可能是一个要求更亲密的暗示。如果你不喜欢他，就不要投其所好，否则你会乱世缠身的。古天乐面对这样的女人时，他会冷冷的不予理睬，说什么也不看人家，低头不说话，或只嗯一声，他以后就不找你的麻烦了。二，他模仿你的动作，无意识的模仿你喜欢的人的动作是很自然的，这是因为你下意识的试图在不进行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况下与那个人建立联系。事实上研究发现，镜像表明对某人有吸引力，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测试他是否会模仿你的动作。当你在约会的时候拿起你的饮料喝一小口，或者改变你的姿势向一边倾斜，如果他跟着你，他也跟着你，这意味着他可能在无意识的模仿你的身体动作，以此来表示对你的兴趣。三，他歪着头看着你，在谈话中把头歪一歪，
表明他在与你交谈。根据一项对非语言、肢体语言暗示的研究，头部的倾斜表示对某人感兴趣。如果你看到他在和你谈话时把头歪向一边，他想要学习和吸收你所说的话，你可以试着改变话题。但如果他仍然歪着头，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四，他经常整理他的头发。五，化妆品或衣服。他总是在你面前摆弄自己，整理头发，调整衣服，或者修饰妆容。这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外表感到紧张，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吸引力。梳理羽毛是动物王国里常见的一种行为，尤其是鸟类，他们会精心梳理自己的羽毛，让自己对潜在伴侣更具吸引力。在人类中，这种潜意识的运动意味着，当女人被一个男人吸引时，他们会无意识地这样做。五，他会回应你的身体接触。测试他是否真的喜欢你的一个方法是看当你碰他时他的反应。当你和他说话的时候，试着轻触他的手臂或肩膀。如果他回碰你，那就太好了。如果他在你碰他的时候后退，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这也可能意味着他只是想和你做朋友，或者他不想和你在一起。六，他经常盯着你看。女人对你感兴趣的身体信号是盯着你或看着你。他看着你，你注意到他，然后他把目光移开，这可能意味着他被你吸引了，但他还不想让你知道。另外，一些女性会与吸引他们的人保持目光接触，不会害羞，但如果你注意他的瞳孔放大了，说明他喜欢他看到的东西。七，他在你身边脸红。一个女人的脸红时，她的肾上腺素被极端的情绪触发，血液更接近皮肤。这种极端情绪可能是因为尴尬、压力，甚至是因为她被某个人吸引了。当她被你吸引时，她会脸红，她的体温可能会升高。她也不能假装，因为脸红是自主的。你可以恭维她一下，看看她会不会脸红。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后期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帮助大家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解决情感问题。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请尽情的留言，我将一如既往的和大家保持互动哦。